大事不好了，伙伴们，今天我遇到坏蛋了。你们看，这个坏蛋一直在追着我揍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看呀，我在游戏中点了切换岛屿，这个坏蛋又追来了。伙伴，伙伴，如果你们也在游戏中遇到过坏蛋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。你们遇到过坏蛋吧？小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我们遇到坏蛋，我们会点切换岛屿逃跑呀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切换岛屿可以躲避坏蛋的攻击。有很多人告诉我说，在蛋仔岛切换岛屿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，可以帮助我们躲避坏蛋的攻击。切换岛屿是好事情。伙伴，错，大错特错。什么？伙伴，蛋仔派对，即使你被坏蛋揍，这个坏蛋又来揍我了。大家都千万别点切换岛屿啊，千万别点切换岛屿啊，因为我发现切换岛屿有一个非常恐怖的 bug， 比我们被坏蛋揍还要惨。伙伴，伙伴，我想先问你们一下，如果你们被坏蛋给揍了，你们会怎么办呢？伙伴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我不让大家在蛋仔岛切换岛屿是有原因的。伙伴，我们点了切换岛屿，我们会来到一个漫画的页面啊。伙伴，伙伴，当小黄蛋走到最边缘的时候，我们会来到新的岛屿。难道们你还没发现吗？在新岛屿我们看到的蛋仔都是小黄蛋呀，他们都没有皮肤，看起来非常的恐怖，所以我才说大家千万别乱换岛屿，因为你会遇到恐怖的小黄蛋，你们知道了吧？